啊，一点都不吓人，你看这亮的，你看它是亮的，你看亮堂堂的，你看那你进呀，没吓人，我就告诉你们一点都不吓人，都不吓人，来吧，没事儿，你可以的，嗯，你进呀，哎呦嘿，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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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来，侦探进去要牵着，不然他会弹出来。 一点都不吓人，这是碎了玻璃，对不对？有一个镜子碎掉了。嗯，我来拼拼，能拼得起来吗？拼不起来。不完整了。为什么不完整？因为它好像没有那么大了啦。那就是用这个啊。 凶器划的脖子吗？对。哦，凶器来了。那你听到有这个碎的声音了吗？没有。我是8:20进的鬼屋，8:30出的鬼屋。那你有没有听到雪落下的声音呢？我听到啥？ 雪落下的声音，哦，那我听见了呢。你等于他的衣服和他的这个凶器都是在这儿搞定的。对。那他还要拿一个钝器啊？我打了一下呀，我就当头一棒，没有干死他。是，那你是指？我觉得应该是头上这一下，因为我当头一棒。当头一棒。 这后面是什么？咱们去过吗？哦，这后面还能出去啊？哦，侦探，哎，他的这些东西合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 你不觉得这个亭子这么高有点奇怪吗？啥东西啊？他说那个是两层的，有地下。而且你看这儿，这是不是个门？是有门。哎呦，有门，真有门。 啊！里面有什么？红鼻鼠。哇！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阴暗的描述，一个红鼻鼠头像的陌生人加我，红鼻鼠给他发想参加猎杀珍宝湾的游戏吗？红鼻鼠等同于地。 哦，哎，可以进去啊！哇，侦探好勇敢啊！这是亮的，亮的，亮的。设定10点远程清空了。你设定10点开始清空，现在已经清空了90%。哦，这里有狩猎游戏的规则了啊！ 生死猎杀，每季度一次的激烈角逐，每季度一次的激烈角逐。我的天！5位玩家，4位狩猎者，1位猎物。那这次多了一位，多了一个人。对，你们都是在这个游乐场里对吧？多了一个人。啊！哦，酷了！哦，那是真是猎物，想参加猎杀珍宝湾的游戏吗？猎物是真猎物。 玩家穿上定制雨衣，你看我们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佩戴特殊手表进行2小时的生死较量，直至猎物倒下。同时直播开启至尊 VIP 开始下注，期待最终谁能狩猎成功。哦天哪，还在直播下注的，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呀。 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啊！我是先知啊，就是我说这是一个直播，所以有些人会在咱们每个人身上下赌注，应该是。
游乐园机位图，玩家雨衣上安装隐藏的主观摄像。你看，我们伸手，我就说为什么有这个对小熊，谁死了？然后打开游乐园所有设施，增加游戏的沉浸感。其实到处都是隐藏设施。哇，这么多！唯独轨道不属于拍摄区。啊，它是一个恐怖真人秀啊。园区分为三个感应区域，绿色区域积累一个行动点，黄色区域积累四个行动点，粉色区域积累七个行动点。注意，紫色区域为无感应区域，不会积累行动点。手表自带定位系统，用于后台结算行动点。什么叫行动点啊？啥意思？就是哦，它有点像那个游戏机点呀。哇。哎，有一个录音。欢迎来到狩猎游戏，玩家已入场，狩猎开始。他有两个手指没有了。狩猎游戏直播管理员页面，管理员地玩家十万人在看这个玩意儿。天哪，赔率！哦，这里面有你们今天的动向啊，因为这个都是你们的行动点数。我现在我们的信息，我跟大老师的信息只能从你们那儿二次传过来。没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先知啊。因为你是雄狮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跟你说，我都不想跟你聊天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儿。哥们儿太厉害了。哎呦喂，我跟你说，但是天眼之后，我能知道好多事儿。没人听我的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电脑拿出去呢？真的呢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？走，先出去，因为他那个结算点很重要。好，我完全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。你相信，就是我刚才说那些。你说的啥？你就是说了一个直播。没必要着急，他们待会儿会告诉你的，他们求着告诉你。没事，我可以。就是。我们这儿基本上可以算欧是 number two 二号玩家了，因为管理员对你操作了频闪爆灯。8:20左右，我走到迷宫附近的时候，后面的灯爆闪。啊！你的赔率是1.1，这什么意思？看好你赢的人最多。对，越赔率越低，然后说明你的胜率越高。就是越多人投你，你的赔率就会越低。啊，明白，啊。我和大，一个是一，一个是五，因为我们有点送信息。然后行动点目前最高的是4号，积累了20个行动点。4号是谁呢？3跟4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荣。这两个没有被操作的。